现在我们是在重庆啊，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去超市囤点东西啊，然后一路高速去西北啊，这边实在是太热了啊。其实我有点好奇啊，就是我们平时出去的时候啊，大白在车里他是怎么度过的？哎呦，你在干嘛呀？你是这样子的啊？你是这样子度过的吗？看来我们今天要把你监控了，大白。对，我们今天呢，把设备拿出来，弄一个监控，还有这个GoPro啊，然后拍一下，看一下大白在车里是在做什么哈？对，看一下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在干嘛？等一下，这骨头不是现在给你吃的，待会儿走的时候给你吃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大家看到骨头。你在车里你就这样子的啊？现在空调开起来凉快了，有劲了哈。嗯，这个 GoPro 啊，它满电状态下它只能拍半个小时啊，所以呢我拿这个户外电源的话一直给它充电，这样的话应该能拍很久了，知道吧？嗯，只要卡有内存就能拍哈。对，但是它弄起来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固定了，没有办法上脚架了，所以我就想个办法。那稳不稳啊，别被阿白一撞就倒了。这个角度拍阿白对吧，在门口还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嗯，等一下我们再拿个监控拍这个方向哈。嗯，试试看吧。这监控要是360度了就好了。嗯，这监控不是360度。终于找了一个好的位置啊，这个镜头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拍到门这里。嗯，可以拍到大白有什么动静啊，它可以在这里哈。对，这个监控呢就放在这里啊，这里可以直接看到阿白躺的地方，阿白的公共区域看得到了啊。两个摄像头的位置就这样了啊，我只希望他回来的时候不要倒。会不会被大白碰倒啊？我以为他激动了，我感觉好危险，你看噔就倒了啊。我把这个 WiFi 都能弄上去，因为这个监控要靠 WiFi 的。嗯，哇，三个线都插在这里了。嗯，还可以。都是小功率的东西。嗯。行了，弄好了我们准备出去吧，去买点东西啊。嗯，存点物资去。给大白放了两盆水在这里啊。好了，你乖乖在这里等我们啊，我们出去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，在这里凉快啊，水也在那里了，乖啊，乖乖给你买好吃的啊，拜拜，乖乖啊，不要捣乱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找一个大超市去逛一下，然后待会儿去买点东西，买点肉啊，买点酸奶啊，对吧，给大白带一点啊。我们才逛超市没一会哦，看到大白好像已经把监控给弄掉了，手机已经黑屏了，然后他一直在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哦。我们赶紧回去吧，再拿个酸奶吧。拿这个，拿个酸奶回去吧。嗯，这个监控明显被他弄倒了，一直在叫。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来逗他，赶紧回去吧。走，赶紧回去。赶紧拿个酸奶就走吧。我们已经回来了，刚刚打个车回来了。大白把那个监控弄倒了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叫，吓死了，不知道他干啥。酸奶给他。大白在干嘛？大白在干嘛呢？哎呦，在干嘛呀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捣乱了是不是？监控都给你弄倒了啊！骨头没吃完。你刚才叫什么呀？那嘴上是怎么样？哎呦！你掉个骨头啊！哎呦！去看看有没有买好吃的哦，是不是啊？在车里那边叫叫叫的。你看看，你买了酸奶啦？你看。哦哦哦！哎呦！叫什么呀？你刚刚在叫什么？哎呦，给你骨头，你没喝没吃啊？啊？我看看咋没吃啊？吓死我了！都叫叫叫叫什么？哦哟！你看他那个急的呀。那户外电源没耗多少电呢？哇，赶紧回来把这相机关了啊！哦，好烫啊！这GoPro已经发烫了都。好烫啊！拍了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啊？嗯。天哪！好烫啊！你摸一摸。哎呀，把它关了。嗯。看那个电源的话，还剩93%的电啊。电源倒是没耗多少电。对。啊，赶紧，我想看看大白刚刚看到什么了。就这里叫叫叫。那我们看一下回放吧。刚刚真的是把我们急坏了，就是连忙打个车就回来了。啊，刚刚我也看了这个视频的回放啊，真的是又好笑又心疼。干啥呀，大白？你打
打我干嘛呀？哎呦，不让你说，不给我说啊，不给我拍呀、啊，哈、啊，哎呦、啊，笑死我了。原来我以为他们是啊，不给说啊，不给说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好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原本啊，我猜呢是有人逗大白啊，没想到回来看了一下，是因为这个边突然下大雨了，就是那个雨啊，雨滴砸在那个车窗上的声音啊，就是太响了，嘣嘣嘣嘣嘣的，把他吓一跳。嗯，然后把他吓得又一直汪汪叫，还有那边就是哼唧哼唧的嘛，就是比较害怕的那种感觉哈。嗯，哎呀，看到的话还是蛮让人心疼的。是啊，又好笑、嗯、又心疼啊，是不是啊？一直在等着我们呢。你给玩具也不玩，给吃的也不吃哦。是啊。哎呦，现在要玩玩具啦。又想吃又想玩了。哎，所以呢，以后啊，我们走哪呀，对吧？都要多照顾一下他。嗯，尽量、就是、尽量不要关它吧。啊，我觉得吃饭也是，就是说以后啊，我们就是比如说到外面吃饭嘛，是吧？嗯，我觉得能打包回来的就打包回来，在车里吃好了。嗯，就是让它尽量的话，就是不要一只狗待在车里。是，谁知道不知道对吧？啊，心里是都难过啊，是不是？难过，都哭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哭了？我都听到你哼唧哼唧的。哎呀，赶紧先把这些东西放冰箱啊，都淋了点雨啊。买了点水果，本来想多买一点的啊，嗯，着急回来了。哎呀，鸡蛋，我给老板买了个大白菜。哇，牛蹄筋，牛蹄筋，大白菜，大白菜，还给大白买了个大白菜，给大白减肥。大白说肉不买，买大白菜，是不是？大白菜要不要？哎呦，他喜欢吃大白菜。等等，洗完再给你啃，好吧？洗完再给你啃啊。还买我们喜欢吃的牛肉丸，潮汕牛肉丸呢，手打的。嗯，把这些东西都放冰箱了，放冰箱我们就再拿个快递就走啊。嗯，走了，下雨了，凉快一点了啊。是。